虽然我看上去和你像是同龄人，但其实我的岁数啊，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呢。我体内流淌着精灵之血，所以寿命要比人类长很多。老人家我啊，见过世道艰险，但没想到你的命运如此曲折。你还问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在被黑色之翼追击吗？来这里的路上，我可听了不少你的消息。你怎么会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为什么会被黑色之翼缠上，还逃到了这里呢？这个嘛，我也才到这里没多久，所以不太清楚。要不你去问那个叫巴特的航海士，他的任务就是监视诺特勒斯号周边的情况。哇，发现陌生人。二刀流是指暗影双刀吗？我一直在监视周围的情况，没有见过暗影双刀。得到想要的情报了吗？什么？他说不知道。我是来找诺特勒兹号的船长凯琳的，这艘船即将有大事发生，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厚着脸皮来的。你问为什么说厚着脸皮？因为我是他的哥哥，但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所以应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本来也没留下什么温馨的回忆，现在突然冒出来认亲，可能会让他感到困扰吧。总有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他的，不过在那之前，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替我保密好吗？顺便再请你帮个忙，难得去看望妹妹，总不能空着手去，所以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但这样直接给她太没诚意了，我家妹妹好歹是个女生，应该会喜欢包装精美的礼物。麻烦你去收集一些蓝蝴蝶结。哇，蝴蝶结很漂亮嘛，就算是不起眼的礼物，用这种蝴蝶结包装一下，看上去也挺像那么回事的。不知道凯琳喜不喜欢蓝色，是不是该用红色的呢？现在马上去见凯琳，告诉她诺特勒斯号将有灾难发生。你不是说要找人吗？也许那个人就在船上，我们一起进去吧。啊，这是怎么回事？船上的人全都昏睡过去了，我来晚了吗？我就说诺特勒斯号的状态怎么那么奇怪，没想到情况这么糟糕了。船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沉睡，不管怎么摇晃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等等，有水流声，好像是哪里破了。糟了，有怪物闯进来了。如果放任不管，船员们会没命的。我们把那些怪物解决掉吧，你负责走廊，其他的交给我，拜托了。哎呀，这么大的船竟然会遭到怪物入侵，真是活久见。这样一个个消灭何时是个头啊，最好能堵住入口，阻止更多怪物进入。这艘船应该是哪里破损了，才让怪物有机可乘，必须尽快找到破损的地方。啊，一定就在走廊下面。不，我是乘客。原本因为船员沉睡而变得安静的船上突然喧闹起来，我正觉得奇怪，原来是你们打倒了怪物，保护了船员们，太好了。我叫隐月，详细介绍暂且略过，你呢？好的，看见这个了吗？水就是从这里进来的，那些海洋怪物应该也是。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不是怪物，而是这个洞，再不补救船就要沉了。我翻遍了仓库，里面的木材足够把船修好，但胶水不够。如果能收集一些坚硬尾巴，就能制作胶水了。辛苦了，只要熬一下，等凝固之后就能做成胶水。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啊，谢谢你，破洞堵得差不多了，诺特勒斯号暂时不会有事，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拜访过一个名叫埃乌雷的村庄，那里的精灵们也像这样陷入了沉睡。那时让精灵沉睡的人，也许就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我就是来调查这个的。当时我是用附近的妖精泉水唤醒了居民们，但这里没有那种东西能够救船员，所以我只能先采取措施避免船只沉没。对了，船上还有一个清醒的人，船员们遭遇不测时他刚好不在，他现在在船长室，你有兴趣的话就去见下他吧。吓我一跳，欢迎来到诺特勒斯号。虽然很想这么说，但现在没那心情，因为诺特勒斯号陷入了巨大的危机，船员们全都昏睡不醒，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最近去参加冒险岛联盟会议，离开了一段时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必须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首先要了解诺特勒斯号的受损情况。船长室的监视器可以检查船上的所有地区，怪物把会议室搞得乌烟瘴气。在我检查船舱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消灭在会议室捣乱的怪物吗？拜托你了。看来都搞定了，这下怪物们该消停了。谢谢你，在没有部下的情况下，多亏有你助我一臂之力。我查看过船上的情况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能够让这么大一艘船上的所有人同时沉睡，幕后黑手一定是个很强的能力者。虽然调查原因也很重要，但当务之急是拯救遇到危险的船员。莫拉特在睡着时摔倒，头部好像受了伤，可是船医也睡着了，想为他治疗的话就只能直接去收集药物。现在能帮助我的只有你了，麻烦你去会议室从大龙虾身上收集一些海蓝药膏，然后去二楼走廊给莫拉特治疗，趁他伤口还没有恶化，抓紧时间吧。我通过监视器看见你采取了紧急治疗，但穆拉特看上去还是很痛苦。我还以为穆拉特是因为受伤而痛苦，但好像不是。刚才我通过监视器仔细查看，发现所有睡着的船员表情都很痛苦，他们像是在做噩梦。幕后黑手不但能让大家沉睡，似乎还能操纵梦境。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那是个可怕的家伙。如果无法唤醒船员的话，那能帮他们摆脱噩梦吗？你说的是那个一头黑发眼神悲伤的人吗？我在监视器里看到过他，他一直在默默帮助我们。你跟他更熟，可以请你替我去找他帮忙吗？隐月就在下面的走廊。见到船长了吗？波浪声、雨声之类的白噪声可以让人平静，船员们的话最好用大海的声音，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噩梦。消灭在餐厅中横行的冰凤凰，就能获得海的律动。想要拯救所有船员，需要的数量可不少。辛苦了，把海的律动放在耳边，就能听到深海的心跳声，这个声音能让船员们睡得更加安稳。我现在
就去四周巡视，用海的律动帮助做噩梦的船员。我通过船长室的监视器看到了尹月和你在四处奔走，多亏了两位，船员们不再受到噩梦折磨了，真是太谢谢了。听说你在帮凯琳收拾船舱，这段时间我为了减少诺特勒斯号的损伤，一直在阻止外面的海水与怪物入侵，过程中我见到了一件怪事，有个可疑的黑影躲进了船内，我马上跑到船长室和凯琳一起查看监视器，但那个黑影徘徊了一会儿就消失在动力机房了。那个黑影身上有笼罩诺特勒斯号的沉水气息，说不定是这次事件的线索，和我一起去动力机房看看吧，我们一边清理怪物一边搜索。终于见到你了。看来玩人偶游戏的小鬼成功的把你引到了这艘船上，以后遇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奖赏他。你该不会忘了主人的声音吧？都怪愚蠢的黑色之翼把你弄丢了，真让人头疼啊。啊，这七夕他就是我看到的那个黑影，你认识他吗？吵死了，我不会让你加入我的游戏的，让开，你该回去了，快拉着我的手，你的命运因我而起，我是你的主人，服从我吧，来跟我走。你在干什么？快松手，快醒醒。哎呀，你差点就被他带走了，看他散发出的不祥气息很不寻常，一定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我本来想着只要你乖乖的就饶你一命，但你现在惹我生气了，怎么办呢？就让我来陪你好好玩玩吧。你无法抗拒主人的声音。快点睁开眼睛。怪物，你是出现了幻觉吗？刚才你就像疯了一样对着虚空挥动武器，我试图阻止你，但不管怎么大声喊叫都没用。那不是现实，你是在做噩梦。黑魔法室的军团长路西德是操控梦境的术士，他把你催眠之后让你在梦中无休无止的战斗，就像梦游症患者一样。要想从路西德的噩梦中醒来，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让那个人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二是从外部施加物理冲击解除噩梦。虽然提斯一直大声喊叫，但这样是没用的。啊，哈哈，难怪你要用力敲打他的背。哼，隐约在艾欧雷的时候，我应该永远把你困在梦中的。路西德，你的目标是他，为何连诺特勒斯号的船员都不放过？因为我打算让他在噩梦中徘徊，然后跟着这艘船一起沉没，这样不是更有趣吗？但这场游戏被你搞砸了，我现在非常非常生气，今天的账等以后再算，到时我会让你见到最可怕的噩梦，你就等着瞧吧，我们后会有期。跑得倒挺快，路西德消失后，船员们应该会慢慢从噩梦中醒来。提斯，还有你，快去把这件事告诉凯琳船长吧。
原来如此，竟然能操纵梦境，怪不得洞里机房的情况会那么奇怪。通过船长室的监视器无法看到路西德，是因为梦境的关系吗？真是可怕的能力，看来我们要想好对策，避免重蹈覆辙。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这艘船，船员们就要醒过来了，必须尽快赶走怪物并把船修好。你们会继续帮我们吗？当然，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你知道我会陷入危险，为什么？男人的直觉。开个玩笑，别那么严肃，你这样我脆弱的心灵会受伤的。放心吧，我会帮忙修复诺特勒斯号的。谢谢，拜托了。你能帮帮码头的船员们吗？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些任务，巴特会告诉你怎么做。哦，过来帮我的人原来是你，船长已经和我交代过了。我一直在监视外面的动态，所以都不知道诺特勒斯号内部发生了那种大事，都怪我太大意了。今后我一定会严密监视，连一个影子都不会放过去。诺特勒斯号外围的船员们从凯林船长那里接到了筹集修理船舶所需物资的任务，需要的材料差不多都有了，但是还缺少一种材料。好的，你去快乐沙滩帮我收集一些飞翼水灵的粘液。东西拿来了吗？把飞翼水灵的粘液搅拌成糊状物，凝固后会非常坚硬，很适合用来修理船舶。谢谢你帮了我个大忙，现在回到凯林船长那里去吧。多亏了你，诺特勒斯号的修复进展顺利，这份大恩不知如何回报才好，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说过为什么我是船上唯一清醒的人吗？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是因为我去了冒险岛联盟总部。我在那里收到一个指令，一旦发现某位冒险家，就要采取措施将其留住。这是希纳斯骑士团向联盟提出的请求。虽然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但由于某些原因只能先装作不知道，而你明明正在被追踪却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这如果不是因为愚蠢，那就是另有打算。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对我来说，比起抓你，更重要的是解决诺特勒斯号的问题。我之所以跟你坦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会向联盟报告任务失败了，你快离开这里吧，联盟应该很快就会派人来调查了。现在我们该告别了，多保重。这里有提斯帮忙，不用担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对了，你离开诺特勒斯号之前最好去一趟走廊，我一直在船长室观察，发现隐血好像在找你。你一直在为诺特勒斯号奔走，终于等到你闲下来。